我甲你银行的业务介绍洪头家陈寇杰啊，你是阮爸的外客，以后你若是跟我结婚啊，你就是家己人啊，一定得白甲你照顾。相信你阿哥，甲你阿叔烟话。以后你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就准讲拄则遐话，你是超过伊电话，我嘛无希望你安尼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啥物人拢袂当给。 你即摆甲你上天的对象了，头哦，佫甲这死老头你才够到底，我来讲，你甲你这么讲，我渣男呐！VIP房的人客有一件古董，无小心去服务生失手用歹去啊！金有林你好，你的损失，阮饭店后面一定全力负责赔偿到底。职业，听到爱赔职业，恁饭店以客为准的标准就改啊吗？这个古董的价值是十万，唔是一亿，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吼。 你当甲你银行的业务介绍洪涛家陈寇杰啊，你是阮爸的外客，以后你若是跟我结婚啊，你就是家己人啊，一定得白甲你照顾。相信你阿哥，甲伊阿叔的电话。你已经装不起啊，这是关系到囡仔性命问题，这袂当开玩笑。伊查某囝得这种病，是不是伊会好，我阁唔知影。你若继续甲话讲到这尔歹听，你就唔通怪我无客气。 啊无，我互你二十个死小时来考虑，我相信为着你的查甫囝，你一定会做出上好的决定。明仔载我就甲约翰去登记，以后你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就准讲拄则遐话，你是超过伊电话，我嘛无希望你安尼讲。除了我以外，你啥物人拢袂当给。你即摆甲你上天的对象了头哦，佮佮这死老头你才够到底，我来讲，你佮你这么讲，我渣男呐！是啊，替我做几个。 古董的艺术品要办一个展览，好，我答应。真好，有闲就过来找我，我嘛需要你即马马上来进行，才别去耽搁着时间。